总，这个是我的助理小安，我们过来聊一下那个合同续约的事情。合同续约啊，我看就不必了。雪阳，送客。哎，左总，左总。左总，为什么呀？你们不是已经合作好多年了吗？她现在能起来，全靠她老公在背后帮衬。以前怕她被欺负，她老公每天四顿酒，帮她拉单子，好几次酒精中毒进医院，她倒好，转头就跟别人招三了。左金，你装什么呀？管得真宽，我有钱爱怎么玩怎么玩，用得着你管吗？啊！别自己魅力不够就来嫉妒别人，格局打开，对你我都好。如果你口中的格局是忘恩负义，那我们两个以后不要再见面。我最爱靠跟别人调情暧昧来证明自己魅力的女人，看不上。